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在网上同步看直播的诸位尼师大姐，诸位居士，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来继续看偶益大师沙弥十戒威仪录要的前言。上一次讲到天台六基这个礼配沙弥，那么讲到礼记沙弥和名字沙弥，那么今天呢就看观行沙弥。圆福五住观行沙弥，这个五住是讲五住地货，在三界当中，这个见货、思货是凡夫都具足的。那么三界之中的见货称为是一住，另外还有三界的思货分别是三住，再加上一个根本无明总共是五住。那么因为这五种烦恼能够令一切众生驻着于生死，所以叫驻地。那么第一呢，是一切见驻地惑，这就是讲三界之中分别的这种见惑。一切的众生因为一根对着外面的法尘起分别，而产生诸多的邪见因此就驻着于三界之中，所以叫一切住一切见住地惑，也叫做见一切处住地。那么这就是讲见惑。那么详细来讲就是分五种：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总共88品。那么这就不展开讲了。第二种呢，是欲爱住地惑，这是讲三界之中的欲界他们都有欲爱，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私惑。那么由于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去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沉浸，生起了贪爱染着之心这就驻着在生死之中，所以叫入欲爱住地惑。第三种呢，是色爱住地惑这是讲色界
已经啊把玉啊扶住了，但是呢啊还有啊色爱。那么这是驻着在色界的禅定之中啊，升起了爱染心，因此也是不能够处理啊，这叫欲啊，这个色色爱住地惑。色是讲物质的世界啊，他们还有物质，还有色身。那么到第四种呢，是有爱住地惑，这就上升到无色界了。啊，不仅欲界的欲爱啊放下了，连色身也舍弃掉了。啊，这个是属于无色界。啊，我们一般讲灵界，啊，连肉体也没有。啊，宫殿啊，什么境界，这些物质世界都没有了，啊，全是灵性的世界。啊，但是由于众生对这样的一种啊思惑也不能够了解，所以对这样的一种啊甚深的无色界的四空定啊，也产生了爱着。这就是所谓的有爱住地惑。那么第五种是无明住地惑，就是讲根本无明的这样的一种惑业啊，就是烦恼，根本无明的烦恼。那么声闻缘觉这二乘的圣者啊，已经断了三界的见惑跟思惑了，也就是出离三界了。但是啊，仍然对啊根本无明啊，啊毫无所知。啊，自己住在这个无明惑中啊，啊所谓沉空至寂，啊沉滞在这种偏空涅槃之中，安住在方便有余土之内，而没有办法断出自己的根本无明惑。只有大乘法身大士才能够啊将这种啊无明烦恼断除。啊，那么当然断除也会有层次不同。啊，原教讲到的初住以上的菩萨就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就啊破掉了这个无明惑了。啊，但是要破尽啊，要经历41个位次啊。那么这些法身大士啊，就安住在十宝庄严土之中啊，但是没有啊完全破尽啊，破尽了整个就是常寂光现前，那就是圆满成佛。所以了解这个五住了，我们再看啊藕益大师的前言。圆福五住啊，就是讲圆教之人啊，听闻了圆教的这些法义了，能够开悟圆教教理啊，就能够运用啊一心三观，空假中啊三观
来观啊，观照啊，一境三谛，就是真俗中三谛，空观、能观、真谛，啊，假观、能观、俗谛，啊，中观、能观、中谛。那么能观的这样的智慧，就是一心三观。所观的境界啊，就是一境三谛，啊，所谓的智境相应，这就将五住的烦恼啊降服住。啊，这种人就是啊叫缘服五住，啊叫观行为佛。啊，那么配沙弥的位次呢，就是观行沙弥。那所以这种人智慧啊非常猛烈，因为他不仅能够扶住见思烦恼，他还能将尘沙无明烦恼也扶住。扶住就是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根没有断，但是他能扶住石头压草，让他们不起作用。那这个智慧啊，就啊超过所有的凡夫，啊，甚至超过啊藏教三乘的圣者，啊，因为藏教、通教这些智慧不圆，啊，不像圆教的菩萨。啊，虽然断正烦恼的功夫还不如藏教的出果，啊，然而他们的智慧是圆教的菩萨，所以我们熏习圆教啊，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在纵然不能断见思烦恼，能够扶助将来往生西方，啊，花开见佛，马上成佛了，啊，因为是圆教的根性。好，下面六根清净啊，相似沙弥，这是讲到相似位。也叫做六根清净位。那么入了这种位啊，就是至少断了见惑，前面只是扶住，啊，这里真的就断了，啊，断了之后就是永不起来了，啊，断了见惑至少出现的啊，两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这种不是修来的，啊，是因为道力自然感得的神通。那么在圆教当中，啊，属于啊初信位菩萨，一直到实信位，都属于啊这个相似位的啊菩萨。那么《法华经》啊，法师功德品当中啊，啊，就有说到，若善男子啊，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世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
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所以这是讲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出生啊，很殊胜的功德，六根呢都能够清净。又说到，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及业因缘果报生处，悉皆悉见悉知。这是讲到眼根清净的情形。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们入六根清净位了，就用他们父母所生的肉眼，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内内外外，所有的山林河海，下到阿鼻地狱，上至这个飞翔飞翔出天，这叫油顶，其中所有的众生，以及他们的业因缘果报，出生的地处，完全都能了知，能见到。那么，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亦复如是。这在《法华经》上都有详细解释。所以这样的人，那就是圣人。在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上，我们有看到，虚老在扬州高明寺，我们此地正在看直播的有扬州法海寺，我也看到你们的在座的场面。就在扬州附近，高明寺，我有去参观过。过去虚老在那边打禅期，在禅期中开悟，开悟了之后，你看那莲婆讲的，他就眼睛有穿透的能力了，隔着墙能看到，这个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耳朵能够听到很远地方的人在讲悄悄话，那至少这是断了净火，那么很可能就入这个初信位的菩萨。虚老对天台教理也有深入研究。那么禅宗一定要依圆教的教理，你开悟的境界才是圆而不偏。那纵然断烦恼的功夫不强，只是断见惑，但是你那个智慧福德就不可思议了。这样的人可以真正做众生的意志。好，那么这个相似沙弥就讲到这儿。下面讲到惑破离险呢，分正沙弥。惑就是指无明惑。那么前面相似位的修行人，只是这个福断见思烦恼，至少断见惑才入初性，然后
啊，这个三界八十一品的私货啊，纷纷断尽啊，得七信位的菩萨，再往上八信、九信、十信啊，这个八信、九信就是这个福断尘沙烦恼啊，八信是福，九信是断。到十信呢，能伏无明烦恼，但是还没断啊。这一断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就入分正位，就是圆教初住啊。那么圆教四十一个位次啊，从初住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总共41个位次啊，都是属于这种祸破离险分正沙弥啊。如果是出家受了沙弥戒啊而证的这种果位的，就是分正沙弥位啊。那么在家人呢，就是分正菩萨啊，就是断了无明烦恼。那么在底下啊，到最后究竟圆满的啊，究竟位的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文。卢舍那名为净满，大波涅盘永离放逸，始觉本觉敏和不二，究竟沙弥。如大通佛时十六王子，即是沙弥真实标榜。卢舍那名为净满，卢舍那佛这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叫净满。所谓恶无不净，善无不满啊，真的断一切恶了，包括见思恶、尘沙恶、无明恶啊，全都断尽了。善无不满啊，一切善都修圆满了啊，一切众生都度尽了，这就是啊圆满成佛的位置啊。大波涅槃永离放逸，这个不放逸啊，就是大波涅槃的法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就大波涅槃，必须啊永远离开放逸，安住在不放逸之中。什么叫放逸呢？就是放松了自己的正念啊，纵容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就是放逸。譬如说我们持戒啊，在境界上你啊不能够啊小心谨慎，而啊随顺自己的贪嗔痴，那么必然就会犯戒。比如说贪爱，那么随顺贪爱，那么就会呀有造作贪的行为啊；随顺嗔，那就会呀往往有恼害众生的行为啊；随顺痴。愚痴最难断的啊，这个痴业重的人，那么自己也懵懵懂懂、昏昏沉沉，那个正法没办法入心啊，听正法就打瞌睡，
这个不上课则已，一上课啊，头就耷拉下去了。就是吃业很深重。那怎么对治自己啊？不放逸啊。啊，那如果真修道人，就真干，啊，像过去高峰禅师，啊，就是这个昏沉的习气重，啊，坐禅，啊，坐着坐头就往下低，怎么办呢？啊，就他就下定狠心，拼死要降服自己的睡魔，啊，所以就在悬崖边上来打坐。啊，只要一打瞌睡就肯定掉下去。啊，这样逼着自己。但是习气很重啊。啊，在悬崖边上还打瞌睡。啊，结果扑咚就掉下去了。啊，这时候他掉到半空，知道完了完了。啊，这回没命。啊，突然有一只大手把他托起来。啊，哎呀。这是你是谁啊？我是韦陀菩萨。啊，看你这么用功精进啊，我来护你的法。结果高峰禅师说：“啊，感谢你菩萨。”自己心里也开始得意了。哎呦，啊，看来我还是有一点功德啊，韦陀菩萨都来护我。那韦陀菩萨有他心通啊，知道他起这个念头。慢心起来了，就对他说：“我六个小节不来护你，啊，六小节啊，不是六年了啊。”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很沮丧，那怎么办呢？韦陀菩萨不来护我了，那还要不要对治我的烦恼呢？啊，不行，还要对治啊，不护就不护啊，还是拼死啊。来降服睡魔，于是又在那悬崖上打坐，结果睡魔又来了，啊，又打瞌睡，又掉下去了，啊，掉到半空，他想，哎呀，这下完了，韦陀菩萨也不来护我了，啊，我死定了。这时候又一只大手把他捧起来了，啊，你是谁呀？我是韦陀菩萨，啊。啊，你不是说六小节不来护我的吗？啊，韦陀菩萨说，啊，没错，啊，不过你一念精进勇猛，已经超越六个小节了，啊，你看，这是古大德真正用功，啊，这就是精进不放逸，没有不能对治的烦恼，所以，啊，过去我们那个。啊，听经啊，如果是真的打瞌睡怎么办呢？就跪在地上啊，跪在地上听啊，一个方面是表自己诚敬啊，第二对治这个睡魔啊，以至诚恭敬心啊来降服自己的这些烦恼习气啊，否则你要知道这烦恼习气是无始劫来养成的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不是刻骨铭心啊，来这个啊下狠心对治，哪有那么容易啊降服？所以不放逸啊，对修行来讲最为重要，就是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换句话说，你放逸不精进，那就断掉菩萨的善根。始觉本觉命和不二。始觉就是开始觉悟。啊，本觉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啊，真如法性。人人本具，这是我们的内因啊，加上外面靠着善知识的教导
啊，自己能起观照的功夫，这就开始觉悟了。啊，那么用这个开始觉悟的智慧来观照，对治烦恼习气。啊，用一心三观的智慧去观照啊，真、熟、中三谛的境界。那么，用空观啊，断见思烦恼；假观断尘沙烦恼；中观断无明烦恼。那么一心三观呢，即空即假即中，这三种惑啊，就一下子断除了，啊，证得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时候叫做始觉跟本觉命合不二，就分不开了，啊，如水和水。如乳和乳，啊，这就合在一起了，这叫究竟觉，啊，究竟沙弥。这个时候啊，就该修的都修圆满了，啊，圆满成佛。下面是举《法华经》的例子，啊，讲到的大通佛。也就是大通智胜佛，又称作大通众会如来，啊，大通会如来，他是啊，啊，经中所说的过去三千尘点劫前演说《法华经》的一尊佛，啊，这是在《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啊，里面讲到的故事啊，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有他是个国王啊，有16位王子。那么国王出家成道了，这16位王子也跟着出家做沙弥，听他的父王啊，大通胜佛的。啊，所讲的《妙法莲华经》，闻法之后啊，就能够信受奉行，啊，那么纷纷呢，这个证得了这个啊菩萨圆满的果位，啊，就分别啊升上法座。广泛的宣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啊，每一位王子都度化了6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众生，啊，这个那由他就是万万的意思，啊，那么这个600万亿那由他，这万万就是亿，600万。啊，意义恒河沙，恒河啊，这么多条恒河里面的沙，哈哈，这么多数量的众生啊，那么所以这16位王子全都证得了无上佛果啊，就是究竟沙弥。那么16位王子当中，第16位就是我们现在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第9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是啊所谓的沙弥真实的标榜，标榜就是楷模模范，啊，我们已经出了家。啊，就要啊发心做大丈夫，啊，要发心做佛，啊，虽然现在还没受具足戒，就是
要做真实啊，就近沙弥啊，要发起这个大心，成佛，个个都能成佛的。啊，《法华经》里面讲的，龙女八岁都能成佛。啊，所以谁不能成佛？啊，龙女，她没有出家，啊，还是个女性，啊，还是一条龙，畜生道的，啊，畜生道的女众都能成佛，那更何况我们人道，更何况我们出了家，啊，更何况我们还不止八岁，哈哈，所以是啊，自己要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啊，六记沙弥就讲到这里了。下面啊，我们再继续看文。故沙弥威仪云：沙弥五德，一者发心离俗，怀佩道故；二者毁其行好，应法服故；三者永歌亲爱，无敌莫故；四者委弃身形，尊宠道故；五者志求大成，为度人故。这个沙弥威仪就是啊，刘宋的时候啊，中天竺沙门啊，求那拔摩啊所译的。那么这个经中啊，为我们呢 啊讲到了这个沙弥五德。沙弥五德啊，在《请僧福田经》里面呢啊也有啊这个讲到。第一，发心离俗，怀佩道故。这个沙弥啊，既然已经剃发染衣了，发了真实的出离心，还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离俗就是啊，弃舍家业啊，离开这些凡俗的境界，勇猛精进的来办道。这个怀佩啊，就是讲顶戴受持这个意思。心中只怀着道啊，对于世间的五欲六尘的境界通通放下了，丝毫不沾染，心求出离啊。那我们生在末法时代，想要真正出离，那只有靠念佛往生净土。所以这个怀佩道故啊，具体来讲就是心心念念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个娑婆世界一切通通放下啊，心里无时无刻不怀着阿弥陀佛啊，怀着怀念意念啊，意念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怀佩道啊，怀佩着圣道，不管是在什么境界之中，顺境逆境啊，
像《论语》中说的，啊，造次颠沛必于世，不可虚与离也，可离非道也。圣道，我们不可以虚与之间呐、啊，放生。那出家人一定要持戒，能持戒才能够怀佩圣道。啊，戒都不持，你怀什么圣道？在家居士亦复如是。啊，在家人啊，至少要受五戒。啊，受了戒就要好好的学戒。你才能够如法的守持，啊，不然戒都不能守持，那谈什么修定开慧？啊，我们此地觉缘寺，啊，这边陈静宇老师啊带领义工们，啊，在这边。在护持僧团的同时，也跟着学戒念佛。啊，那么我现在讲课啊，也看到啊，这义工啊，也在非常专心的听课，都在认真的学戒。啊，不少人还受了梵网菩萨戒。我们这里半月半月有诵戒，啊，出家人啊，比丘诵比丘戒，沙弥诵沙弥十戒，啊，还有一教三经，啊，那么在家人呢诵五戒，然后啊，所有的啊出家在家啊四众啊都在一起诵梵网菩萨戒。受过梵网菩萨戒的通通都来。啊，那么能够坚持半月半月诵戒之法不坏，佛讲这就是正法住持。换句话说，这个道场就是正法道场。那不如此的话，这个道场不能叫做正法道场。这是佛讲的标准。在十诵律里面讲，啊，更何况道场除了学戒、持戒，还有念佛。我们每个月打一次佛七，在佛七之中，上下午两支香讲无量寿经，戒心并重，啊。那佛七过去是不讲经的，啊，一句佛号就念到一心不乱了。那现在为什么要讲经？因为现在人怎么念都念不到一心不乱，就要通过讲经来策励、来提醒，啊，否则在念佛堂里他还是放逸，啊，还是打妄想。打瞌睡，啊，效果不彰，啊，所以我们这边啊，佛七这也是要啊，这个讲这个无量寿经。那平常我们这里还讲《阿弥陀经要解》，专修庄弘净土法门，啊，以持戒念佛为。修行宗旨，这就是我们要怀佩圣道，啊，就这样去具体落实，啊，用一个道场，如法如律做好了，才能够影响其他的道场，带动啊
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能够恢复佛事方归，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第二，毁其行好啊，应法复故。这是讲出家了，剃除须发。出家头发不能留长，留得太长了，这就没有了出家相。至少至最低最低半个月剃一次，半个月有时候都太长了，一个星期剃一次，甚至三天剃一次，那么胡子也不能留太长，真讲难重，律上都有讲的，如果留太长的须发，这是犯一个五篇的小罪，那么毁其行好，还包括我们身形脱下了世俗的衣服。那么以前可能你穿着西装领带皮鞋现在呢就不能穿了。过去这些衣服全部都得舍掉，要披上法服。法服就是讲我们的袈裟。比丘有三衣，比丘尼有五衣，沙弥要打曼衣，这个颜色青黑木蓝三种，这三种都不是正色，所以袈裟叫染色衣，染成那种坏色的就是这个不非正色的，去我们贪好之心显示少欲知足的相状，这是佛陀当年的威仪我们就要学习佛穿什么衣服我们也穿什么衣服，佛怎么过日子我们也怎么过日子，这才叫出家人。所以我们这里要求出家众过堂吃饭都要搭衣吃钵，这种威仪就是佛当年所有的比丘众弟子们的威仪如果不搭衣吃钵，那也是会犯五篇的小罪。那么穿上这些染色衣，就表示我们放弃世俗人所追求的美好庄严我们托钵托钵是来为了乞食，乞食就是把自己的身份降到最低。乞丐呢在社会上这是最贫贱的把我们的傲慢心彻底打碎。我慢的烦恼是与生俱来。想降服我慢是非常不容易。佛就敕令我们比丘比丘尼都要把姿势放到最低。人家最轻视的这个觉得最卑贱的这种衣服我们拿来穿，甚至穿粪扫衣百纳衣，补了又补，补了又补，那叫百纳衣。那么脱钵乞食，睡的地方不能够睡舒舒服服的
这些房间，像我们这房间都是很不错了。佛陀当年带着弟子们在哪儿睡呢？他们不睡的啊，树下坐，打坐，啊，夜不倒单，或者是冢间坐，冢就是坟墓，啊，我们这里外面都是坟墓，啊，改天我们应该组织在外面冢间坐，啊，我在台湾跟我们几个法师有尝试过。啊，总监座，那很有意思的，啊，这晚上那里边很静很静，啊，你想念佛也好，啊，打坐啊什么的，用功正好，啊，甚至在那里可以放蒙山，啊，专门给众生施食，啊，那么不怕风雨，不怕饥寒，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是出家人应有的这种素养。第三，永隔亲爱，无敌莫故。这个敌啊，就是讲到亲啊，莫就是讲到疏。嫡末就是亲疏，这样的意思。我们出了家了，啊，叫做舍亲割爱啊，啊，亲就是讲我们的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啊，这些恩爱啊，会导致我们互相的信念。互相的牵缠，啊，无法处理。现在啊，把这种爱念呢割舍，这个啊，对上叫亲，对下叫爱，啊，都是情执。把情执割舍，啊，不是说啊就不慈悲，或者说不孝顺。不是，啊，那个孝顺慈悲的方式改了，啊，改成大慈悲，啊，普度众生的这种大慈悲，修积功德，啊，令父母眷属，啊，都能因我的这种修行功德而蒙受啊。殊胜的利益啊，那么自己放下了亲疏的这种观念，对一切众生都平等的啊，没有说我对哪个众生啊特别的亲近啊，特别的爱护啊，对哪个众生我就特别的疏远。甚至有爱憎这种取舍这种心啊，这就不是出家人。嗯，出家人不能有这些分别心，只存着平等、关怀、照顾、帮助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在善见论上说道：“瓦钵灌煎呢，以四海为家居啊，知谁可爱憎也？”啊，瓦钵啊，我们的出家人的钵可以用瓦来做，也可以用铁来做啊，只能用这两种材质那么瓦钵就比较重一点，铁钵会轻一点。像我就用瓦钵，很多人都用铁钵现在有双层的铁钵隔热不烫手那这是讲到我们出家人呢托钵乞食，以乞食为正命。所谓呀，一钵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乞食确实可以啊，帮助我们呐、放下很多这种分别心。我在台湾学戒期间，就有体验过好多次，出去托钵乞食，到附近的村落，这个挨家挨户，敲门，不能选择，我看这家大门庭应该会比可能会布施的多，那家那个贫穷人可能布施的少。不能有这种分别心。叫次第起。你从这里开始一家一家的起连起七家。那敲门没人的不算有人的就算一家。那不管他给你不给你那都算一家。给你什么你都欢喜接受。甚至他不给你把你骂了这有啊，我们就有时候敲门，他一看到我们，走走走，我们信基督的就是把你呵斥，把你骂走了，那你也不能生气，所以这就是把我们的分别心放下，人家给了什么饭冰箱里拿出来的昨晚的饭也得要，甚至有点味道的酸酸的也得要。那我们自己还备一个小的那个酒精炉还有一个小锅就行脚都背在身上然后到了坟墓里面乞食之后就到公墓然后中午就吃饭就先把它烧热不然我们肠胃受不了那个冷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个佛陀时代他们的体质好那我们把它烧热了混在一起吃什么东西都和在一起那佛陀时候的僧团你看看阿弥陀经里讲的1250人这是常随众那1255位比丘同时去各个聚落其实要回到本处把饭菜全部和在一起然后大家分着吃，所以每分一波饭呢，里头都有千家饭，叫真的是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这是讲比丘了，比丘你得有伴儿，这个比丘呢，可以独行，这个独行，这是一般讲行脚僧，一个人就去那里云游天下。身上不能带钱的带着钱那不能行，那是旅游了，现在还带信用卡，那个不能算那个行脚行脚什么都不带，只带个钵三衣一钵，还有自己的随身的这些衣服然后走到哪托钵乞食去乞到哪里树下坐，中间坐，陆地坐就这样子这些以后我们都可以组织一下起码体验体验你说天天这么做我们受不了至少体验几次你就能够了解佛陀时代出家人是怎么样子还有中国古时候那行脚僧他们是什么样子这时候真的就能够把我们很多的分别执着执着身体了，执着好吃的、好睡的，这些心全部都放下了。然后你再回到我们的疗房，觉得像天堂一样，什么都不计较了在我们的大寮吃的饭那是非常好了这是美味佳肴下面第四，委弃生命遵从道故。委弃就是交付，把我们的身心性命全部交付给佛法真的是这个
把啊这个生命呢交给啊护法龙天啊，那自己呢就专心一意的来持戒修行啊，遵从圣道啊，不担心自己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出家人不能考虑这些啊，既然出了家了，就全身心投入到修道啊。纵然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呢？那就坐地念佛啊，等阿弥陀佛来接啊。理论上来讲，人不吃饭，甚至不喝水，挨七天都能挨得过来啊。那就像阿弥陀经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至若七日啊，念佛你一定念得一心不乱啊，连命都敢舍了，那你还有什么不能舍？你一定能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你不就是希望这个吗？那就得真干啊！你别到时候又害怕了啊，就叶公好龙了。叶公好龙的成语大家也听过吗？啊，这叶公古时候的寓言了啊。叶公很喜欢画龙，天天的画龙，画的这个很逼真啊。结果天上的龙感动了啊，就下来看看叶公。结果叶公看到真龙来了，哇，吓得啊魂飞胆散。原来这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爱龙，这叶公化龙啊，叶公好龙，他不是真爱啊啊，只是爱画画而已。真的龙来了，把他吓跑了。那我们念佛往生可不能这样啊，平常说愿生西方净土中啊，真到你要往生的时候，你就吓得要命了，就不敢了，这就是假的。所以这尾气啊身形啊啊尾气生命啊遵从照顾，连命我都可以舍掉，以道为重啊，临舍生命都不能够违背戒定慧的修学啊。那至少我们没得定，没开智慧，至少要持戒啊，像《放浪菩萨戒》里讲的啊，坚持佛戒，临舍生命，念念不去心。我们要有这个心呐，啊，坚持佛陀的戒律。那出家人至少要做到沙弥世界。后面还有26门威仪啊，你能这么做到了，才是个合格的出家人。连沙弥戒都做不到，就叫不合格啊！不合格就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那违背佛陀教诲，就有罪业了。所以《无量寿经》告诫我们，当孝于佛，常念世人啊，孝顺佛陀，做佛陀的孝子啊，那就要如佛所说，如佛所教啊。佛最后的遗训教我们以戒为师，就像我们的父母最后给我们的遗嘱，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奉行，那就是大不孝啊！尤其是出家人，称为世子啊，
啊，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比丘尼就是女儿，啊，都叫世子。出家世子如果不守佛的戒，那就是伪作沙门。地藏经里就讲这个果报，当作无间地狱。经上告诉我们，以轻慢心违犯佛语，哪怕犯五篇的小罪，都要堕地狱900万年。有人就问我，为什么这踏个生草这么点小罪，还会这个堕500万年，900万年了？因为呢，他这个心是以轻慢心违犯佛语。佛明明叫我们以戒为师，而我们还故意违犯佛语。犯了还不承认错误，还认为自己很有道理，拿出1000个理由说明，我可以不持戒。那既然不持戒，那你何必受戒呢？你受戒做什么？你出家做什么？出家了，本分事就是要受戒、持戒。这些本分事没做好，你谈什么定？谈什么慧？谈什么念佛三昧？所以藕益大师讲，既为故命成言，宁成念佛三昧。你既然已经违反了佛的故命成言，就是佛的最后的遗嘱，你怎么能够成就念佛三昧？你已经是不孝顺佛了，心就跟佛心就已经不相应了，怎么能够成念佛三昧？所以出家必须就要把戒先学好，这个决定帮助你早日成念佛三昧，不会成为你念佛三昧拖后腿，只有帮助，不会障碍，反而不学戒的那就是障碍。这点藕益大师讲得非常清楚。这段文不妨我也可以念给大家听。之前已经讲过，藕益大师讲，持戒念佛本是一门，净戒为因，净土为果。若以持名为净路，学律为迂缓，即为故命成言，宁成念佛三昧。多缠障垢，净土起生。因为不持戒，你就多烦恼、多缠缚、多罪垢，怎么能够生净土？心净才佛土净啊！你身口意都不清净，怎么能生净土？所以这个讲到一心念佛者，必思止恶防非，而专精律学。什么人叫一心念佛的人？藕益大师讲，必定是思维自己要止恶防非，要断除恶业，而专精律学。戒律就是帮助我们止恶防非的。你恶业都不止，你想说念佛能成就吗？又说，专精律学者，方能决定往生而一心念佛。现在少龙僧宝临终上品上圣，法门之妙，孰过于此？你看看，我们持戒念佛的人，这功德利益就很殊胜。现在在世可以少龙僧宝。
少就是继承，龙就是兴隆，啊，将僧宝啊复兴啊起来，现在不要叫复兴了，现在把它救起来了。啊，藕益大师讲了，僧种已断，僧宝已绝。啊，那这个是讲的是真话，但是不好听。啊，用弘一大师的话讲，啊，出家人成百万，怎么可能说僧种断了呢？啊，那这是讲到啊戒体，啊，出家人我们要受沙弥戒、比丘戒，可是啊比丘戒戒体要是没有，啊，那我们最多叫做名字比丘。啊，名字沙弥，没有真实戒体，那这样的话僧宝就断了。啊，那现在要把它救起来。啊，藕益大师、弘一大师提倡，就是大家要拜张叉叉。啊，得清净轮相，可以自是受比丘戒、沙弥戒、菩萨戒，啊，总受。然后好好的严持戒律，这就是真正的僧宝。啊，这就慢慢壮大，少龙僧宝，功德无量。僧宝能够复兴，佛法二宝自然复兴。啊，佛法二宝是无情之物。啊，因为佛已经灭度了，啊，佛像是无情物。法宝这经书典籍也是无情物，僧宝是有情人，啊，他们能够少龙三宝，啊，那我们这是僧团成员，要发这个心，啊，少龙僧宝啊，临终一定上品上升，这个法门之妙，就持戒念佛的法门，也就是净土法门。太微妙殊胜啊，无比啊殊胜，殊过于此啊，哪有超过这个呢？啊，所以啊，终这个委弃生命啊，遵从道故啊，放弃世间所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因为这些通通都是虚幻，都是梦境。啊，我们要提起正念，要有观照的智慧。啊，看破这个世间就是一场幻梦，没有一样真实。所以通通放得下。啊，就遵从圣道。第五，志求大成啊，为度人故。我们出家的志向，唯独所求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只求自利的小乘法。啊，除了自利，还要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才能成佛。啊，像藕益大师出家前，啊，梦到寒山大师，跟寒山大师讲，我不愿闻四谛法，啊，我志求大乘。在梦中都是这样的正念，可见他的真正念多么的真。啊，出家就是为了大乘。那大乘之中，我们志求圆教的大乘，对于天台的教理要啊有所涉猎，啊有所钻研，你这个观念能够契入圆教，这是最圆满的大乘。啊，像藕益大师出家之志，啊，就是，
令法界一切众生一时成佛，这就是圆顿之教。法界一切众生能跟我在一时，就一刹那，就能同时成佛。你看这种壮志，这是至极了，到了顶点。能不能做到呢？当然能，因为法界众生不出你这一心，一念成就。但是要修成这一念，你就得要下苦功夫。理虽顿悟啊，事需渐修。渐修从什么地方修起？从持戒修起。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但是无论持戒还是修定，都是以原教这种观念智慧作为引导。所以这个缘因缘呢，果就缘。所以出家是志求大成无上佛果，为度人故，为了度尽一切众生。好，下面资门警训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众齐奉，不为小众，终身行之，不为出售。资门警训上面说到，这部书有十卷是元代灵济宗的僧人这个所补出来的。那么后来明代僧人也有续补，里面有很多古圣古德祖师的这些教导，譬如尾山景策文等等，有170多篇是一部好书。这里面讲到这个沙弥的五德是出家人的大要就是最要紧的事五众齐奉，不为小众。出家五众就包括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那么释迦摩那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普及这个释迦摩那戒非常好是讲女众出家了就是沙弥尼沙弥尼满18岁以上可以向尼僧团起受这个释迦摩那的法那么僧团用白色结摩法授给他这个释迦摩那的身份可以学法2年这2年那么至少就是过2个春节那么不足2整年也可以但是一般讲至少得过2个春节2个大年初一那么所以最少是1年01天才行。那么这个时候假如都没有违犯这个所修学的主要的六法那么也没有犯到众戒僧团考量合格才可以禁受比丘尼大戒。那么沙弥是男众受沙弥戒的沙弥尼就女众。所以出家五众都一起来尊奉就是受持这个无德的。不仅是小众，小众就是沙弥、沙弥尼这些。终身行之不为出手。
啊，这沙弥五德是尽行受都要去力行的，真的是啊，须臾不可离也。啊，不是说我们得了比丘大戒了就可以不学这五德了，啊，不是的，只要你是出家人，必须要奉行，啊，不能离开他，不是唯独出受戒的这些沙弥，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实际上也是，啊，比丘尼都得认真学习，这是比丘戒的根本。是菩萨戒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沙弥十戒威仪，比丘戒肯定说不好。这是戒要有根，比丘戒的根就是沙弥戒。为什么比丘戒你守不好？因为没有沙弥戒的这些基础。那现在受了比丘戒了，反过来还得补这个课。那沙弥戒还有根，根是什么呢？根是十善业，还有五戒，五戒十善，这是在家人要修学的，出家人当然也要修学，五戒十善也是出家在家齐奉，不为出家，不为在家。所有戒律都是五戒的展开，所以五戒是诸佛之父，一切佛成佛都是从五戒得的，那五戒又有个根，五戒十善的根是什么呢？就是因果的观念，老和尚讲的太上感应篇，当然也包括同类的文昌帝君运指文、了凡四训、于静义工欲照神记等等，这些儒道的关于因果的典籍，我们要补这个课。那因果底下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做人的根，弟子规。弟子规是讲做人，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要补上课，你的根深蒂固，你长出来的枝叶花果才能繁茂，在风雨之中就不会倒，所以我们现在讲沙弥戒，也是为了帮助出家众，扎上这个根，居士也可以用这个来扎根，在这个四年前，我有讲过这个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当时讲的方式主要是结合三个根来讲，所以讲的比较浅白，可以作为一个前期的学习，里面有弟子规的内容，有感应篇的内容，我把它融汇在一起讲这沙弥戒，那现在呢，这次讲比较注重在戒律方面，开遮持饭的戒相，和忏悔等等，就用比丘戒来这个跟这里贯通，所以可以说这就是比丘戒的根本戒体，那么这是资门警训所说，由此观之，沙弥戒法统括性修啊，该彻因果，岂可视作小乘法耶？受此戒者，大须着眼，大须努力，不应自轻而退屈，不应舍此而别求也。
啊，所以由此观之，就是从这里来看，就可以了知啊，沙弥戒法就是这一部《十戒威仪录要》，它是同理概括啊，性修这二德啊，性德跟修德啊，性德是本觉，修德是始觉啊。那前面已经把这个意义讲得很明白了啊，始觉和本是沙弥戒啊，就求迹之意啊，该彻因果。所谓因盖果海，果彻因缘，啊，从因地一直到果地，全部都包括含摄。啊，你现在出发心一直到成佛，啊，出发心，啊，就明白道理发心了，啊，从理记沙弥到名字沙弥，一直到最后究竟沙弥，全都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该彻因果，岂可视作小乘法呢？它明明是大乘法，而且欧益大师把它啊提升到圆教，所以受这个戒的人啊，受了沙弥戒啊，那么或者是还没受沙弥戒啊，我们这里也有出了家剃了法还没正式受沙弥戒啊，因为大陆很多地方都现在是如此啊，出家只是把他这个形象改了，但是没有真正受沙弥戒得这个戒体啊，那这个就等于是俗人差不多啊，那俗人也好，也是要学这个沙弥戒法，居士也可以学啊，特别我们这边义工很多受八关斋戒，那等于是啊学沙弥戒啊，所以这边没有受戒的啊，我们有沙弥啊，跟我这边有求受终身的八关斋戒啊，这样也不错，也等同于这沙弥戒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而且他也是不着持金钱啊，那就十条都受了。有一条没是不算是沙弥戒啊，不算是八关斋戒啊，但是你自己手持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威仪表象啊。那么无论是受戒还是学这个戒啊，都应该大须着眼，大须努力啊，就是好好的用心啊，好好的努力啊，不要自己呀、啊、轻视了自己啊，有所退转，有所屈服啊，而不能够精进用功，甚至啊舍弃这个沙弥戒法，还别求什么上乘的这个佛法，这就不对了。好，今天呢啊就讲到此地啊，有讲的不妥之处啊，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